密宗的修行路呢一点都不容易行的。在人生里面其实就好像四季这样，没可能每天都是春天的。这个地方传说就是圣五位三藏传身舍利埋藏之地，我们一同进入胎藏界的世界里面。可能是一种前世的呼召。这是一个千年之约，这个约会一千年前已经约你来这里去尋找光明，尋找碎雪。格爹格爹，帕拉格爹，帕拉香格爹，波提索帕哈。